说爱情。我没有。没有你被别的男生宠爱心。等一下，停！你们肯定所有人都这样传。啊，没有传别人。我现在传给你。传爱心了，传爱心给你了。那、啊、为什么没有？谁跟他说爱你？没有，我爱你。我问你哦，你可以接受你女朋友跟别的男生聊天传爱情吗？靠背，等一下。我是问他的，我不是在说你吗？我根本就没有传爱心。没有，是问他可不可以。在贴文底下。不要打开 Facebook 喽。贴文哦，贴文下面。对。哦，你可以接受你女朋友在别的男生贴文下面留一个爱心吗？不行。他说是繁星老师的贴文哎，我破一个数学的详解过程，他留个爱心。为什么我的乱？你就很安全，比较没有很安全，安全的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没有传什么啊！我最近也要玩游戏啊。半年高三，你跟我讲这句话。因为我同学叫我跟他们玩游戏。没有啊，玩那个什么？玩那个在别人的天下面留爱心的游戏哦。不是，你们两个啊，你们几个啊，你们三个，在各大帅哥的天下面留爱心。叫你们到高中部。哎、欸，你有被男朋友发现去留爱心吗？他知道，他就知道那个男生呢。哎，你们有吵架吗？没有，他就觉得那个男生对他没有威胁性，他跟我说我很棒啊。我你发一个自由贴文发说，闭嘴！哦，那叫自由贴文，那叫自由贴文。你男朋友对你说过最感动、印象深刻的一句话，他怎么告白的？我追他呢。怎么追到的？你在他贴文下面有爱心吗？没有。